们通过人为的跟踪亚洲象的一个活动规律，及时把这个亚洲象活动的信息发送到每一个周边活动区老百姓的手机上，让老百姓及时了解亚洲象活动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在人工监测无法到达的时候，我们就采取这个无人机跟踪监测，